三遍是两遍。你看着打吧，好嘞。我打三遍吧。他能听懂。说深一点，嗯、好了。嗯。是在焦点上吗？哦，看见了。一会儿就拍不着里边了。他会不会爆了呀？不会，你拍了一点儿吧。我得给他发钱，他要给他，他得给客户看了。放多久？有多久了？杯子。这是玻璃。嗯，玻璃杯。哎，你这个呀。哦，垫子是吧？嗯。啊，你这是往玻璃杯里打东西是吧？对。测试了这是。嗯。对。再给我打上去。怎么还能奏乐呢，宁哥？我都能听出一首歌来。咋办？他跑了。嗯。就炸了。你真不像。我也有，你拿好哈。有啊，有，我真的有密集恐惧症，我见东西见东西细的。你华哥那表情，多倒点就行，倒到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。它这是什么原理呢？不起泡啊？一直让它起泡。啊？什么意思？转到那边来。其实你就算不让它太啥。太起泡。你在木着他也气泡过他这个。是吧，打了他好像不起泡。不是，打了之后他起泡了。可以了。你去看看不着他呀。怎么看见不光用。一直有。你放那么多。哎呀，还在跑车上。你看好了。把车子好啊，所以乐意。这样的没造没了，你看，我那个东西不齐了，你看。这还是后头的，还是后头造的啊？嗯。我这个造的晚，你还造还都。